主料羊脖子1500克，辅料雪莲花一朵，盐花椒，大料白糖50克，酱油葱30克，姜30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羊脖剁成合适的块，洗净，我是让卖家剁的，块有些大。雪莲洗净，姜切片，葱切段，花椒大料装料盒，清水烧开后将羊脖放入，大火烧开后撇去浮沫，加酱油糖调料盒，雪莲花葱姜的，小火炖至熟烂，大约需要一小时间左右，加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，盐要熟时再加，不择肉不爱蔬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